有没有像我一样对广味腊肠情有独钟的？按照这个配方，我每年都会做。我女儿非常喜欢吃，她说比外面买的要好吃。猪前腿肉去皮，切成硬币大小的块，放盐、糖、薄盐、生抽和高度白酒，最好用汾酒，特别的香。充分抓匀，腌制4个小时，提前半小时把肠衣清洗干净，套水龙头冲洗2遍。这样做一是为了清洗，二是看有没有漏洞，然后再用白酒和水泡半个小时。灌肠器塞满腌好的肉，压紧，然后套上肠衣，一端打上结。像这样，右手转动灌肠器，左手放肠衣，肉一定要灌紧实，九分满是最好的啦。灌好的腊肠分成小段，系上棉绳，放70度的水中洗一个热水澡，捞出来每一根四面都扎上小洞，方便排气。接下来就交给老天爷啦。这是15度左右晾了一个星期，迫不及待有点想吃啦。其实最好是能够放在阴凉通风处晾上2周，喜欢的赶紧安排吧。